达柜子的一份空屋死亡地图，格色的地方早死的人越多，你可以发现呢、啊，台湾是完全咖啡色的呀，没错，林口常常是全台湾倒数的景点。请问我住林口，我几点可以出来运动？最好不要。现在我们有合法的理由不要运动。他们门诊里面有一群病患，常常那个重度的气喘心脏发作，其中的70%起就住在那种高速道路旁边。后来来看他，哎，你最近好很多呢，你住了什么诊？今晚8点，国民大会。住在。